好奇怪哦，好奇怪哦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好奇怪哦，我在直播哎，超怪，超奇怪。哎，Hello，Hello。谢谢桃花歌手南瓜糖果罐。同伴，我尴尬，我觉得好尴尬哦。谢谢桃花歌，好尴尬。你就不能尴尬就是，我就是尴尬代表，要哭哭嘛，哭完了啦。没有什么好哭的，没有什么好哭的。哎，我今天穿圣诞 T 耶，你们看到吗？谢谢小选手 Kiki 送你的喵，先忙，后来不要哭。大家晚安，真的是，哎，我真的没看到哎。我真的没有看到，然后跟我讲，我就哦，他偷懒神推了，sorry， 就像 Miso 没有跟我讲说他坐哪里，我也不知道他坐哪里。你们没有跟我讲你们坐哪里，我通常是不会发现的啦，除非我真的知道你长什么样子。谢谢 Alex 送的一封信，该睡醒了。什么叫该睡醒？你们会哭吗？不会吧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先立起来。明天是明天再说。山顶，山顶，我好像通常都是看到应援的那个，那叫做什么？应援棒吗？看秘书像你，不是他，不是坐在你前面的前面的前面之类的吗？对，我是看到那个。我就是看，那叫什么荧光棒吗？应援色，嗯，蛮远的吧？他说他坐在 B 吧，但 我根本不知道 ，B 色不重要。没有看到塔瓦哥，但是 Daisy 有看到塔瓦哥。你穿我的圣诞 T， 开心开心，超好认。山顶中间，哇！山顶中间，难怪。大家晚安，谢谢阿香送的行李箱。有人要分享心得感想吗？谢谢不会送萌萌猫爪，晚安包子。我们先坦白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嘿，庆怡。哎，庆怡，你今天有考那个吗？中模吗？那个不要不会想跟考叫谁的版本？现在没穿过，啊、谢谢，感谢，跟安拉姐，因为早上你哦，你先洗彩考是不是？我考完了，超难，超难，也还好。还跟用借的、啊，是海感吧？三个月而已，三个月而已，还好啦。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记得我，这样。希望你们可以记得我。题目会不一样吧？真的吗？那你可以注意看一下树笔的第九题的主角，他的名字是用机智医生生活的名字，是吗？还好吧。鲜血液配不能放吗？就是都不能用呀。可是你们真的要买哦，我很喜欢十一月的鲜血针，真的很喜欢。十二月我很喜欢。好啦，九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我最喜欢十一啦。对，我最喜欢十一。
因为我不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大家记得买哦。先讲十二月的也非常可爱，觉得都很可爱。真的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一起消失。关板，谢谢 Alex 送的行李箱。但我觉得你们可能对十一月还好，但我真的很喜欢十一月，因为很符合我的气质。对，你要从这边消失哦。我有看到你那个哎，说小慧的那个不在场是会很猛哎，太猛了吧，笑笑。谢谢傅伟彤一封信。小旅行吧，三个月，要记得我哟。希望我回来还在。笑笑终于可以专心在一个人，这样是不是？你三线，哦 ，last one， 哈哈，真的没有人拿到我那个吗？可爱的短发，因为我最喜欢那张哎，所以我就买，谢谢。小亮 ，hello， 汪汪努力成住的，对，喜欢汪汪的朋友们可以去，还是每个月份都可以去看那个哟，公演哟。你会看到全新的嗡嗡。哎，我画的那种超级特别都没有人拿到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也不是，是没有人发出来，没有人发出来。对呀 ，SSR 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画完 SSR， 因为 SSR 是前面画的，就是很前面画的东西。然后画完之后，后面越画，这个应该才是 SSR 吧？怎么特别？又玩起了，走心了。没有，你还拿到还是特别的，因为是 SSR， 还有上面有写 SSR。我跟你讲，上面写 SSR 只有三张而已。你是其中拿到的一个人，所以你不用走心。那个谁，豆科是走心，因为彩带走心。你没抽到，你抽到，天天拿到普通版的。真的、哦？那你有看到那个吗？更改发型的吗？各种更改发型的，都很好看。不是，我跟你讲我那天是什么情况好吗？我那天根本就没有要特别丢给谁，我想说我就往前丢，结果你知道吗，就咻，然后就飞到企鹅，然后企鹅居然没有给我接起来，然后就被阿雄抢走了。谢谢南瓜送了好多红玫瑰。阿和 hello， 而且我还你知道吗，就真的我是这样子、欸，然后就是很用力丢过去，然后就，哦，他没有接的意思哎，我就接起来。他怎么？谢谢听。有打到他肚子吗？好像就是动这样子吧。我知道我很用力的丢出去，然后就啪。你可以问他有没有感觉，会不会痛啊？笑死！我喊 hello， 可乐晚 hello， 罗克晚安，小组一堆往脚下丢的，欸，我丢的超好嘞，他至少只是出，你不用难过，因为我也不是丢给阿雄，我只是就往前丢，他就飞到那里去了，气了还遭受了零点伤害，明年二月就是你了啦，真的吗？还要期待哦，反正我就随便丢，因为我就真的随便丢，随便丢。谢谢博云送的喊你一起。我跟你讲，不管今天我是丢给豆科还是
还是阿雄，反正没有接到那个人，你会很难过。对，反正不管怎样，谁都会很难过。那我就随便丢，就丢到哪里就他就去哪里了，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。你在那个角度难抓吗？你说两个人呢？所以说你害我很尴尬，你怎么不接起来？你有感觉吗？你有感觉吗？啪的感觉吗？你是不是善良的气了？你都本命回避，本命回避。Hello， 大家。樱桃猫 ，Hello。整颗我还没有整颗丢过去过哎，我还是想要抓着那条生死的。你想让你的粉丝开心？摇魔力，谢谢。对，最终。铁董 ，Hello， 柠檬 ，Hello。会做任务退追，我不会走心，因为已经很多次这种事情发生。这个追踪还好啦，那如果是 IG 追踪，我就真的会走心了。你各位，好啦，给你们的话就是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还在，我们考完收件。对，就是我们考完收件了，我们考完之后再见了，各位。变成新鲜牛熊 Hopcake 一直在，对。我会回来之后发现可能谁的名字后面挂了其他人的 emoji， 一直都没有变。好啦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啊，然后我衣服没想要穿什么哎。你觉得还在？毕竟我们三个月都对啊，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情。明天第一排见，哇，穿漂亮一点啊！你知道我原本明天想说，哦，我穿圣诞 T 配一个裙子好了，后来想说算了。然后我就想说要穿个洋装，但是不知道台北会不会很冷，穿那种酱的那种，然后。破音神推，微凉。要想说那个洋装，但是这样穿会不会太夏天了？就真的很夏天。中后排继续回避。明年换我抽好不好？明年换我抽了啦，明年该换我抽了。是就在二五。因为我想说里面要穿一个什么衣服，可是被我妹说长穿的，你这样穿很像围裙哎、欸，它这是平的，然后你这样穿很像围裙哎、欸，害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要开冷气，好热。18岁的本期，忘记填问卷直接后排，还敢不填啊？19等你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原本要答几题，但是后来觉得还是穿自己喜欢的。对，罗纳乌多，对，所以我等一下我应该还是会那样穿吧。但我里面，我在想要穿圣诞旗，但好像又觉得怪怪的。我想一下，对，我想一下。我想说这些衣服可以留到明年再穿，但算了，没关系，今年就给它穿掉吧。因为想说算了，明年应该还是会买新的衣服吧，都会很好看。穿底我也觉得，穿底，然后围裙。穿围裙，对啊，我发现其实蛮好看的。但你知道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我的这个、啊，我发现他的那个 AI 的先忘记去掉了，他在上面。
还是只有我的这样子，应该大家都是的。我跟你讲，问问那天跟我讲说，哎，我可以跟你买旋转厅吗？我说太迟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说太迟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说你可能要问问看姐姐有没有多的库存这样。他说那我跟你买，我就说嗯，可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只有两件而已，因为我没有自己另外再买。笑笑要推广嗡嗡了吗？向庭安楼现在送了 Have Fun， 谢谢洛黎送了银白芒花，阿福现在送了银白芒花，笑笑，笑笑还有多吗？但这也要看笑笑愿不愿意推广嗡嗡，谢谢 Have Fun。谢谢洛黎送的南瓜糖果罐，你只有 L 的，你只有 L 的，那我们不行吧？我给你当做睡衣，没有，我是一件，我的一件 M 跟 S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S 号的 ，S 号的，其实就是我的 size 啊 ，S 号的。我爸很瘦哎、欸，我爸超瘦的。嗯，我爸几公斤啊？六十几吧，六七十，六十几。谢谢谢谢送的海饭，芋头，玉婷，是谁？嗡嗡啦，嗡嗡，也是买的时候，真的。oversize， 那你可以送给嗡嗡，嗡嗡很想要一件圣诞 T， 他的粉丝送的圣诞 T 现在也在我的衣柜里面，我真的有时候也会哦，睡衣，但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我明年的圣诞 T 考虑要做黑色的，黑色，但我还是想要调整一下紫色啦，但是应该不会那个紫。谢谢思琪送的骷髅糖果，我们下下外加猛兽。二叉 L 有啊，我有啊，运动会那件就是二叉 L 啊，你完全没检查 size， 真的、哦？你怎么会这样 ？River 现在送的行李箱，可以给默默一件安安的，可以，可是不要再说是双倍，我们真的不限。默默说我们是双胞胎你，我就，你知道每次这样。枪枪中，然后我就，我每周讲什么？家树 ，Hello， 一晨 ，Hello， 他应该只看你明信片，明信片才是重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那个你知道，我那个历史的复习讲义，然后里面有贴纸，它上面有休息一下，我就把休息一下贴在我的水壶上面。我想说那个贴纸留着要做什么？贴水壶。坤坤 ，Hello。周家近看周家湾，他当时没有接到那个 catchphrase， 我吓一跳。你确定你不介绍吗？君燕 ，hello， 大 C I，hello， 黑鸡熊 ，hello， 陈恩 ，hello， 大家 hello， 只能说这样把小弟置于何处。对呀、啊，我上次就跟他说，现在讲义还有贴纸哦，怎么？对啊，还有什么倒数一百天、倒数五十天、倒数十天、倒数一天，谁倒数一天我在那边贴贴纸啦、啊？救命！那个贴纸可能占了100块吧。笑笑，谢谢叶白送的银白漫画。我跳错很明显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很明显吗？是蛮明显的。我这次有没有彩排啦？我这次都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彩排，我连音组都没有彩排。要讲实话，有看到是不是超明显的？对啊，我不想跳错了、啊。我不小心跳错了啦。但是镜头没有拍到啦，
因为镜头我线上根本没有镜头。音怎么没有彩排跳那么好？我跳错了啦！哎呦，是阿凡唱的那个房间里的景呼，鸟取的恍恍惚惚，宛如快把翻覆，然后我就我现在要开唱吗？然后就，但应该不明显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在唱的，只是声音没有很大声而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原来是大意，那女，普拉斯二楼暂停服务，这个是，这是幻影战士吗？还是不是？一点镇定，继续下去。你知道我那一瞬间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是看到 F 就 F， 然后就也是什么事都没有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怎样？家庭服务还是知道你。谢谢雨萍分享直播间。线上看你伯母上谁刷屏的超快，我就想说旁边有镜头，应该在拍吧。喵下，这次我都点头好不好？哪有？你有点头吗？我没有看到。现在能认出 F 的人不多了呢，真的、哦。可能就是从右边突然改左边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啊、哦，拼图的部分啦，拼图啦。其他手有跳出吗？哦，有。我好像是后半段吧，拼图跟那个搬家。我搬家，我是真的直接慌掉了。我想说，我现在在干嘛？这样子，哎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就是唱唱这种对自己开口，然后我就噔噔噔，然后我刚是要直接跳到结束吗？我要结束了吗？太好了，我相信不太明显的。因为我都没有看得出来了，应该是还好。大家正在心里难过吧？F 是哪一个 ？F 不会去拍照啦。F 是一个低调的人。毕竟我都站在后排呢。虽然我三周年不会参与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三周年的算没有。想参加三周年哦，想参加三周年。山顶好冷，可是你有 F 的什么背影是不是？可是我有朱自清的背影。自己还是，我也想参加三周年呢。我也想要参与呀，我也想参与呀。朱自清的背影，你先不要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三周年还会发生事情，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也想要参与到那种即时的感觉。对，我就是我也想要参与到即时的感觉。对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就是心里隐隐就是感觉就是有大事要发生的那种感觉。你会接 level 给我的，好哟好哟。兔卡升格吗？你认真吗？如果他升格的话，那前面的一起升的前辈们，那不就对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内幕，我只是想要参与到现场，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想参与到现场啊，就像你们也会想要知道第一时间的通知，对不对？
好啦，反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啦，反正就是呢，你们还是要去支持哟。可是我不在，只是小琴在啊。对，洛迪先生 Pocket， 欢迎 Hello， 真神奇。然后你们就，我今天不推安安了，我今天就推新的小妹妹们，抱歉。月底有休假围巾，一月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们讲，反正我不会参与三周年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大家的啦。对，就是我是整个 IG 会暂停的哟。悠悠是谁？抱歉了。安安二月走心回顾吗？然后回来，我回归就，你这些人，抱歉，安安你真的需要那酷三喜，哎呀，这是今年最后什么直播吗？对呀，今年最后一次，今年最后一次直播，接下来就是明年喽，但我不知道明年什么时候开始，应该是二月吧。希望你各位明年不要下船。小盒子我应该还是会，我应该会看到吧，毕竟不是被停权，应该还是会有吧，吧，应该吧。你这些人，摸一摸 AQ， 那个一家超好笑，我快笑死。什么的的的的摸一摸 AQ， 就是。超好笑，超好笑！停止更新而已，那 我应该还会有吧？我应该还是看得到吧？你们还是可以 take， 但是我不确定我会不会用。Tiu， 奇怪 ，Hello， 来个2021最后的渡嘴吗？可是我今天要播到12点，你就要现在看到吗？在库拉皮卡下场之前，还可以再撑一下。希望你明年还在哦。想看嗡嗡的，嗡嗡的，嗡嗡的什么？你的 Q 吗？我先播到12点，抱歉，我一直把一周的量播完了、啊。今天 Free Plus Hello Q， 不要，不要。不能跟到最后，一定要上学。我跟你说，谢谢这是谁？谢谢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，谢谢你送的告白气球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原本也要上学，但是我周日自主学习，我直接全请掉了。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这次选择是对的吗？但我应该就是没有很想要去学校，好像去学校也都在放空。那我觉得。那我不如在家里睡觉，然后平日在认真。对，这是我现在的目标。我现在有新的目标学校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去学校，我听了那个校系分享，然后我听了大传之后，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、欸。兴趣好像不大，有比较有兴趣新闻系，但是新闻系的英文分数好高。我不要讲，每次讲什么学校都被你们说学电，可恶。我是在念符合我相，就是比较同一个 level 的学校。对，你不觉得我是目标放在北部的学校啦？嗯，谢谢七幺送熊抱。谢谢七幺，七幺刚刚是讲什么？好像没有看到。你说了，哦，没事的，谢谢。玲玲也是，加油，学社加油。
我那天有在跟玲玲聊，我不要，特别是我根本考不上了。理科的我不太 OK， 而且我不想在新竹，我想在大台北。他是学霸，但可能也跟他高中念的学校有关系吧。我们要选择自己的方法上大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上大学，不用跟别人去比，什么学校，因为重点要念的是要自己有兴趣的东西，是吧？很多念台大念出来之后，也可能不一定啊。人生的成就不是只有在你的大学，大学只是一个经历而已。平先 ，Hello， 大拇指，理科你 OK， 真的会回去，好哟好哟。希尔是每次都有来，上次好像也有看到你。要不后悔都是好选择，对啊，反正就是自己做的选择，就要自己负责。现在你们读完还是要在卖保险？你们都是保险业，你那个比较像人身保险啊，那个笑笑的不太一样，那个比较像什么？这是生命保险，然后那边人民保险部分，不同保险业，各种保险业者。对啊，我之前就听我姑姑讲，我表姐就是她的学历跟一个台大的还什么比，然后可是她的薪水比台大的还高，因为重要的是工作的效率，不是你念的学历。对，决策一次就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届很衰欸，为什么要？就是你学测如果没有考好的话，就全完了耶，全部 over。Kilo 却推了 Luca， 你们三推没有品涵的，你就我没有说你。看了你们那个例题，我觉得应届应该完。应届的话应该完了，对啊，我就是觉得你都考分科测验，然后你就你每一科都参赛过跟赢，那其实好像其实你就是国英考参，你就等明年再来一次喽。我看到了，他在下面列了一排，踢了，你下面列了一排，发生什么事？会不会我回来之后，然后卢卡变成二推，我变成五推之类的？我变五推，然后之后变直接关注安安，关注安安，关注安安，这样，然后甚至我在这边出名。多亏我会这里被你出名啊！原因彩蛋没有丢给我，会不会这样？我的名字啊，逐渐往后了，这样。突然觉得熊妹会很想降级重新学。什么？才不会！出面太惨，出面听着也觉得很心酸。其实玩几年也还好，愧疚感正在逐渐放大，排版，都有共同点。因为我跟栗子都很喜欢吃白饭，嗡嗡一直约我说：“我们去居酒屋吃什么烤肉之类。”然后我说我要断烤断烤哎，然后我说：“你那天可以吗？”我那天不行，我就说：“那我们就之后再约吧。”
我们可以学之后再约。然后我就想要现在就跟你一起去嘛，我就嗯，没办法，我课业时间就搭不上。然后那天阿姐就说圣诞节，然后我就好啊，然后我就走心说，哎，我约你，你就不来。然后人家约你，我就，他就时间搭不上了。我不知道啦，就是，抱歉了，萌萌，抱歉。你最选数哎，结果社会主义科技都是选数。对啊，社会主义科技都是数 B 啊，也大部分啦。谢谢 Roman Link 送的好多的骷髅糖果哦。你都不看讯息的？对啊，你都不看讯息啊？你知道那天跟我说什么？就是公友也说啊，我今天要发你跟我的合照，结果过了多久？我那天等你发文，那天过了，哦，一天又过了，哦，你现在发了 ，OK。我有目标可惜呀，但是我还是我不要先立 flag， 我怕我没考上或我考上了太明显，因为我想念的科系就是。大概就是全台就只有那个名字吧，就是你知道每一间学校念的科系的校系名称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也不要现在讲说，哦，我就是要考那间啊，我没有考上，其实我自己的心也不会很好受，所以就是比较简，反正就是顺势出来之后再看看吧，再看看。全报名很，对啊，全名很明显，三科吧。录取的顺序没有四星，现在也要被我除名了，已经要被我除名了。台北的大学很多，我那天同学就说。我说：“哎，我想要念这间。”他说：“这间不是学店吗？”我就，他说：“我都没听过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学店吗？”我就，他是学店吗？我说：“嗯，也没有除名啊，就是因为四星的英文都看太高了，都看太高了，害我就瞬间，打退堂鼓，你知道吗？”哎，今天考作文题目是什么？环保议题，还讲说到底应不应该要应不应该要把那个肠胃期限的那个标签用掉？哎，庆颖，该不会是这个考题吧？作文，你可以先想一下了，玉婷。玉婷会来找我吗？握手会。不要再睡过头了哦。嗯，今天是文化的。可是文化太远了，它只有三班公车而已。好啦，赶紧买专辑。那你可能要等加步，但。你在那天小醉跟我讲说，他说我觉得你不会加步欸，我说不会吗？不会加步吗？不会加吗？等你来找我，我那算远了，他不是很远吗？他公车很多很多吗？不是只有三班吗？怎么可能不加？你还没填。你还没填，对，我就是上网查一下啊。不加就要卖卷，送哪玩意？小心浣熊抱走。笑笑，你不填吗？笑笑，你不填吗？是那人选太多，一堆都靠公车的，
小猪 ，hello， hello， hello。那你知道我比起冬天，我更讨厌夏天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冬天。对，我是可以冷，但不要热。嗯，你第一天就挺完了的，第一天就挺完了。真的、哦，我不知道、欸，毕竟我现在还不是文化的学生。你是喜欢下雪的孩子？对啊，我最喜欢下雪，好想去日本了呢。想去日本，太远了，它距离是让我一个打退堂鼓的选择。还是想要选离家里近一点的吧。夏天超级热，抱歉，我有冷气，我就可以度过整个夏天。没错啊，所以那个100%小慧，下次前座，哎，前座不知道是谁啊，不知道是谁啦，阿顺 ，hello， 谢谢分享直播间，但这样也是我一个打退堂鼓的距离，而且我也考不上。李松烟最近应该是台北大学，有眼睛，现在来推荐我念眼睛部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还是想要念平常，我也想要有我的大学生活，大学生活。我之前有说啊，反正就是想，对啊，就想念什么就念什么，就是对啊，我想就是大学，我想看可以交到什么朋友，因为我现在高中没有那种特别好的朋友，所以有点，大学可以交到这种，你就好像那个宝妮的说，他说哦，他现在最好的朋友是大学交到的这样子，大学认识的朋友，那我就我们可以在大学交到好朋友吗？这种感觉。哎，我真的是跟我的那个十年，我们直接是真的是决裂，大学裂，我们是直接玩完的那种，大概是到毕业都不会讲话那种啊。十年有尽，没错，完全结束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就只是……好，总结就是这样。如果我跟他不是小学同学的话，我们现在不会是朋友。嗯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就是个性不合吧。我不喜欢他身边的人了。嗯。还好，人生就这样。没有，起因是在于，因为我宿舍我被就是隔离嘛，然后有一天宿舍闹钟没有响，然后平常不是我们都会一起走，就是他那天没有，反正就是没有来找我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宿舍睡觉，我就说哦，你怎么没有就是找我一起去上学这样子？他说哦，我以为你已经先走了这样子，但重点是那超早的，然后他就说哦，因为我们那天很早就到学校，我以为你先到教室这样子。但重点是怎么可能，想都不可能，就反正他就觉得找一个很瞎理由来糊弄我，就我说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是变得不好了，嗯，对，大家想吧。就是我就觉得你没有要等我就直接讲啊，为什么要就是找一个理由呢？但是主要，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的身边的人不合，这样。现在在路上真情告白，对啊，就直接坦白就好，为什么要找一个
你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的理由来。嗯，阿华 ，Hello， 玉兰先生，红玫瑰。一九 days， 谢谢灵魂送的多远都要在一起。晚安。我直接忽略笑笑笑，谢谢夜空 sky 送的告白气球，好笑哦！直接忽略笑笑留言，自动忽略。桃哥，哦，因为桃哥可以留差不多东西。丑三，为什么你们这次都没有打 level？ 我一直在找 level， 然后都没有半个人写 level 哎。就走豆壳跟浣熊而已。哎，好，两年有近了呢，我们还没认识两年呢，还没有两年呢。怎么跳？有啊，当然啦、啊。倪零一云之，这是谁？林翁安妮，安勋卡吉科。哦，所以，发现的是，哦，贝吉达。是什么？我自己才是这样，很酷啊！三周年会上这首吧，我的位置，那就翁去跳我的位置吧。只能这样，嗡嗡去跳舞位置吧。他穿谁的衣服？那穿我的衣服吧。他穿的像吗？绿色的，绿色的。哎，我拼了使命的抢绿色，就没人要抢绿色，这是让我最难过的事情。其实我留言地我是可以留蓝色或黄色，但是嗡嗡已经穿不下。嗡嗡的身材比较好。下个月公演看不到，那你就好沉重了，真的吗？你确定你都不会看七七吗？显然那道很强吗？完全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那天大家晚上十一点抢，然后我留言完言之后就只有嗡嗡跟卢卡先留，然后那个谁，妮妮睡着没有抢到，然后玲玲也是。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哦，慢慢留言，慢慢留言，慢慢留言这样子，然后就，对，这样，嗯，其实是平安，超美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我也觉得浅蓝色很漂亮，但是它的袖子是让我一个不喜欢的款式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今天是浅蓝色配上那个袖子，我就选浅蓝了。但重点是因为今天那个袖子是怎么样子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选绿色。嗯。但绿色没有不好看啊，那个绿色比我想象中的已经算好看了。我那时候选到绿色，我真的，我大概是发了什么疯，我才选绿色这样子。就是那个有点要有袖子又不要有袖子，在一个尴尬的地带，我就还是选绿色好了，因为黄色也是那个款式，我不喜欢那个款式。嗯，就是想说哦，有袖子的话，那我就选择说啊，就没有袖子，一个是这样子，一个是这样子。嗯，我要那个翅膀。然后就 OK， 我要选绿色，结果留完我第一个没有留。OK， 然后后面
是忘记谁去提醒，哦，大家去留言哦，然后后来就大家慢慢开始就哦留言这样，不觉得吗？我觉得这绿色颇好看的，它是湖水绿，是真湖水绿，这样有点暗，我就觉得蛮好看的，你们自己去看。对，它就是天使秀。阿冠 ，Hello， 阿冠是特工哎、欸，居然，谢谢。然后是你穿的，我也觉得啦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个。品涵说他原本要选这个、欸，他本来想要选绿色，但是大家不想要，他不反而跟我相反，他不想要这个袖子，有压一刀。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想到我有特工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原本想说，如果有一天有特工走在路上，我一定会很尴尬。还好你们应该只会在公演穿吧。星河，他是叔叔吗？他不是叔叔吧？他跟我同，他比我小，他光比我小，你怎么会比我小啊？你怎么比我小？我今天没有回宿舍，因为我想家，我想回家睡觉，所以我今天就回家了。在腐女，我觉得那个是让我有点意外的，好像有一次握手会吧，然后我就清空，啊喂，苏拉，什么翻脸？从我的作息来看，嗯哼，比如说我礼拜三我就，喂，我明天可以回家吗？我想回家。嗯，我就两点才睡。Miso Hello， 谢谢收一封信。Miso， 我跟你讲，你在公园后面才跟我讲说你在 B 八，我根本前面完全不知道你在 B 八，谁会知道啦？我还是那个谁，杨雄的那个偷拉扇子，最后居然被拍进去，在那个相片里面颇明显。有活动才会穿吧？真的，原来如此。机智牢房，这部也很棒。你有看到我 ？OK。你一直看到呛到陈乃顺，一个安在那边，在武汉位置给。嗯 ，Miso。我昨天去拿了我的重补修数学 B。哎，你们呼喊的真的很大声哎！我前座我最开心的一次哎，超开心哎，好开心哦！你们很棒，我听到满满的爱，谢谢大家。以后我会没买现场票，现场票、哦。我是现在还是觉得这绿色蛮好看的、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还是没有。突然，你知道开始安慰自己，看到绿色，
真的没有丑，是没有丑吧？是好看的绿色。嗯，你知道我也没想到绿色是那种青青绿草地的那种，也不是青青绿草地，就是绿色。我想想，这边什么绿色？嗯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原本以为的绿色是这种绿色，对，我以为是这种绿色，就，OK， 就我真的释怀那一种。我到试衣服那天就，哦，我当初怎么会选绿色？然后看到绿色，可以啊 ，OK 啊，没有，就真的是湖水绿，是很湖水的那种。阿华绿，阿华是听说每次都穿同一件外套啊。没有，你们知道本家吗？本家也有这套衣服，然后很，我应该储存。没有，我没有储存。我看一下。我这样，亲戚都顶替。因为每次的绿都真的选择，对，我要给我自己信心。真的听到那个口，我觉得真的是一整个安心耶！我就是，原来我还是 OK 的嘛，这样子的感觉。就是那套，你知道它有个绿色嘛？那个绿色的很绿的那种绿，我以为是那个绿，所以我后来。这样子，然后就还好，还好不是那个绿。好想去现场给恩恩喊口。你这怎么没有来？下次二月吗？对，因为我三周年不会去。那你三周年可以去那个，可以去看阿杰。阿姨洗碟炉，对呀、啊。阿姨洗碟炉，是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像觉得每唱自己都跳出来，但好像没有。开阔音很好，少了嗯，还是会让你少心少一块的。那你要来找我玩呀？要来找我玩哟，各位！没有，那是萨库拉，萨库拉才是僵尸。然后我们是这样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好想要坐在台下喊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想在台下喊，抱歉，我真的超想在台下喊的。一代过的感恩的哟，可惜我在台上啊。我们是入魔的那个。你没我安心的那个你。哦，这个不是公关的哦，公关的我丢在台北了，完全没有带回来的意思，没有带回来。你一直以为前座女孩真的会坐在前座，坐在前座干嘛？坐在那边呛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相约看海中奖几率？哎，两倍两倍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要抽我要抽我要抽！点，好好好，太酷了吧！快点快点，我要抽我要抽，好玩好玩！我可以抽到什么呢？哦，一百浪花啦！一百浪花，我要被笑死哎、欸！我要玩玩，好玩好玩！可以请大家不要私讯我的另一个账号吗？
谢谢大家送一封信。没有幸运呢，说好的幸运呢？我没有收到幸运。这种都是骗人，骗人，骗人来点这个。好，他就是趁这个时候开始那个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走心了，走心了。谢谢大家，行李箱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太盘了啊！我们就是很容易受这个上当啊。爷爷这时候可以抽到啊、哦？我有机会抽到了吗？零，他只是写给你看而已。这种东西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在抽什么吗？我刚刚有想说拿生血来比喻，但是好像不对。这不能用神血来比喻，好像不能用神血来比喻，应该用什么比喻？哦，我那天在玩那个玩鬼的 LINE， 还要玩什么？你知道还有玩那个，他 LINE 有一个最强记忆挑战，然后就翻牌的那个。然后你知道，我就很认真在玩，我想说我可以抽到豚骨肉面买一送一这样子。就你知道我抽到什么吗？恭喜你抽到鬼灭之刃手机桌布，我属性。OK， 抱回去。生血哦，很多，生血哦很多，生血。我再带娃去签十月，主嘞。最近这几天都会破900，开心。希望我回来还是有900啦。好，茉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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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生。雷苦，这是雷苦啊吗？还是不同人啊？雷苦是谁？之前是叫就是雷苦吗？好，雷苦，好十卷，好十卷，本来就9000了吧？9000吗？9000，还是应该还是我不知道，应该会吧？嗯哼。哥，我们的幸运草就这样子在180秒内被骗走啦！好时券？什么好时券？抱歉，我是抽到一方券了、啊。我是一方券，我不是好时券哎、欸。应该可以吧？我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认真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。我是幸运的人哎、欸。你是易放，赞啊！赞哦，各位！真心全会送好吃的，我的全部都是我妈帮我用，所以电话我根本没有收到。我说哦，我就看到那个榜单上面，哎、欸，有我的号码哎，这样子我就哦，我中了，多了2张5能。怎么办？我这个到底要怎么办？这序号。期待高高高阿鲁米的哟，亚巴里，可爱哟，斯基斯基大斯基亚巴斯基，亚多米斯基的奥尼梅萨曼，交给你处理了，骗自己。我现在不能给你，我现在我这序号给你们，你们一定哦。抱歉，等一下就跑到别人那里去了，我还自己留着好了。
到时候自己填自己拿不来我这样。超赞，是可爱。他什么时候来我了？他就来我过一次。嗯，我就填个，然后我自己留证这样子的。哎，你们想那个一秒一秒约好的扣很猛，我还想说到底要怎么喊，很猛哦，杨雄，我觉得超七秒算的时间，抱歉那个七秒，真牵我手出点，我要决定第二波，再看看吧，不然就放在那里。那拿去填问我好了，帮他出数字。杨公雄，木砖先生吧，我痒，过敏。服装决定了，说明天吗？我们刚才在考虑，我们还刚刚还在讨论呢。我还在想耶，但我想穿洋装，但感觉很冷，因为我手臂很粗，我就觉得，我的手臂真的很粗。这么早完成，哦，我上次是真的压到最后，哎呀，我过敏耶，毕竟这衣服我还没丢到水去洗，我就昨天拿出来试穿，然后就，今天再穿一下好了，这样。想分我手绘的，分我手绘，哦哦，对啊，我就是也明天都还没想好啦。你想什么？好奇妙啊！好久没去了，我想去海边奔跑。我现在都会去那个哎。那海边捞那个拉，好像钓那个螃蟹。嗯，童年的回忆。春妮要给谁追？嗯，我在想，应该是围裙啊，就穿围裙吧，没办法，没有什么衣服。我昨天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，因为我们原本要搭一个主题，我还去特别去买，就买回来之后，哇，超不适合的，所以我现在再拿去退。启月 ，Hello， 海边吗？我明天才要上台北哦。对呀、啊，嗯，明天要跟我妈一起上去。哎、欸，他很忙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、欸。我妈就很积极在跟她的朋友们享受人生啊。保罗 ，Hello， 谢谢追踪。红 ，Hello。那个谁，人家手机他是不见了。对，他不见了。谢谢阿友和猪猪你，谢谢春风玫瑰。没有，我就在考虑他到底会不会不见，然后我就这样离开，他就我就是离开一下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这是第七步，你不会再气喘吁吁的冲进店，因为我是第一个这样子。笑笑笑，那个好笑哎！我真的好累，你知道我刚刚在那
笑死丫丫 ，Hello， 夏夏晚安，圆滚滚。应该说这次没有那个吧？合照会，主播学社加油，好的好的。我超想去帮妮妮搬宿舍的，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心疼，好想去帮他搬，但就我在台中。我说下次再去找你，下次再去找你，再去找你玩。你要合照，我痒，我天啊！可以可以。但今天版本才是王昭，哎，听说你跟嗡嗡打赌，他之前没有参加握手，他不知道，一定是笑笑赌赢啊。年拍就不好看，可是很痒哎。我要穿什么东西？我要穿一个像一个小孩。哦，帅气！欸，前阵子 IG 坏掉，然后我的讯息都看不到。你想就要好好穿到爽。嗯，晴天 ，Hello， 探监版好问题，你要问明年的我啊。好了，希望如果真的有加布，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来找我玩哦，一张我也会很开心的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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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候的事？星云 ，Hello。哦，布丁都好认真在翻，我都没有照片，救命！啊啊！明天对，我明天就可以发文了，就是明天，毕竟我这个礼拜都在宿舍呢。三天发文，三天前还好打，三天，因为反正没事，你也被填完了。你确定？我也有宣传吧，我有发现动了。谢谢，鼓掌喂！你为什么要现在买？你为什么要现在买啊？救命！鼓掌喂！天哪！我今天最后一天你 ，OK 一个月。好的好的，网友说希望恩恩能开祭品宣传第二部，那你知道会有第二部去三个月杨雄。谢谢杨雄，杨雄又需要哪一年去了。第二部哦，我还在想握手会，我是一个不立 flag 的人啊，立太多 flag， 到时候打不到不太好，你看只好舔别人。发生吉祥物吗？你想看我包包头？我可以现在绑给你看的，因为我明年应该是不会再绑了。去年有些人进来的时候，我的包包头已经逐渐已经母汤了。你错过了，反正我觉得难过，却不是笑笑吗？邮寄饼就赞赞，棒棒棒！你这真的是什么包包头？
就是一定要删掉的包包头啊，没有看到就是他就是一定要删掉了。谁就是玩熊？是我吗？欸，如果有人看到我的短发的那个一定要拍，我那天原本要拍起来留念，但是我忘记拍，一张都没拍。包包头没事，先偷自台湾哥看到的逐渐开始散掉的包包头。你就因为我就说是不是看起来像大便，然后就不觉得很像吗？那时候就真的很松散啊，我就不觉得很看起来像大便吗？对啊，短发在谁那里，谁可以拿出来一下，超可爱，我认真的超可爱。很歪，我头发好少，我现在三肌酸欸，你们知道吗？不对，你不知道。你知道台湾人的口头禅？欸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不知道。欸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谁知道 ？Who knows？废弃蛋白质，但是我想要这个废弃蛋白质。对，现在神父也这么像冰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要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真假？哦，是哦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真假的？对哈，好啊，这是哈，真的是。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日本人就跟我讲，我就听不懂，说哈，我就哈，我想象他应该会觉得这人是怎样。哦，真的哦，我今天上学的时候，我朋友在跟我聊天，然后他讲的每句话我都没听清，我就说哈，你刚说什么？哈，哦，真的哦，其实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讲什么东西，抱歉啊，同学。不要别走，我走不动，但放下说，因为我发现就是台湾人很爱反驳别人呢。我有讲过这件事吗？反正我就在学校跟 TP 都遇过这种事，像我问你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会去剪刘海？”说：“啊，我不能剪哦。”哎，你怎么会来这上厕所？啊，我不能来这上厕所。他好凶。我太难过了，我被好多人这样子，可恶！不算对应的人。不是去发展远走，就那天的情况吧，大概是这样子，逐渐的松散。你怎么没感觉？你看那是要要明显的虫。你喜欢我？啊，我不喜欢你哦。这个应该是不会了。我人生没遇过这种事情，我不知道。如果现在你远离，要来一个开动刘海之类的吗？所谓的开动刘海，算了，不适合。
拆掉哦。这种男很糟，这样结束后就会那个砰砰的感觉。卡得很死欸，然后你看这里就会卷卷的，反正就这样，然后就拍了那个意境照。那张照片曾经是我的赖桌布，但现在不是，我现在赖的头贴是我的居家女友。结果刚刚截的都是公图，没关系，可以用录音的，再抓一下，有点痒，太痒了。那天玲玲绑的双马尾绑很可爱，因为那天后台的绑头发的老师不一样，我那天他也帮我绑很好看。不觉得吗？我觉得洋葱超会唱歌的。妮妮是专业造型师，对啊，都帮我绑。你有时候要挑战上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太精了吧！明明就很精，在那边。什么意思？谢谢 Jerry 送的喊你一起，请不要浪费你的浪花在那边飘。来个炸照片轰炸，什么照片轰炸？我要现在开始学布丁吗？穿冬天的衣服，还是我发个冬天照片？发冬天照片吗？够冬天吗？刚刚飘了什么？还是发这个？他的手就撑在这里，我想说他在干嘛？在干嘛？那我直接笑死，但那张照片应该不会发啦，真的蛮可惜的。冬天的照片，开始发旧照啊！不然楼下要怎么撑过三个月？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请购买11月的生写真、12月的生写真、1月的生写真。回馈照，我现在翻看看我们有什么照片。请听圣诞节的歌曲。1月根本还没有啊，我是先说可以买而已。我只是先讲而已啊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搞不好不会骂呀，谁知道呢？结果可能11月都没有，说说的。我冬天有什么照片吗？没有，我手机里面全部都是活动的照片。
我去年没有冬天的照片，为什么？我去年十月还在穿短袖欸。有草组热炒团，草组热炒对。我跟你讲，我连续两年想要发熊妹生日，跟她一个很可爱的照片，就去年那时候没办法发，今年又没办法发，太可惜了。好吧，只能后年再发了。可恶！谢谢丫丫。谢谢。噔噔。小易，你是营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三年的发。谢谢灯火送的爱的熊猫。哎，为什么还在这里？谢谢阿雄的朋友们，阿雄的盆盆，谢谢灯火。是吗？还是你们不是朋友？你们是朋友吧？不是朋友，是挚友。不是朋友，那可以不要讲吗？哎，我手机上没有照片，我直接跳到暖桌哎。嗯，那我每次玩了一场，可恶，算了。谢谢可乐王的红包，这些人才能开心。我跟你讲，我只要每次只要是用旧手机，永远都抢不到。谢谢豆哥送的冲浪失败。笑笑没有朋朋，没有朋友，没关系，我也没有朋友。哎，我真的是现在我们在学校，我们都不会对到眼，就是完全是故意回避的那种。气死我了！哼，没关系，我有嗡嗡，对我嗡嗡，我就很开心了，不用执着一个那个，就是人生本来就不合的朋友，因为终究会跟你合的朋友就是会跟你合。开始走心，没有啦，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不合的朋友就是不会合。今天是什么？我今天不是啊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发万圣节啊？还没有万圣节啊？嗯，怎么最近大家开始打疫苗？我应该要打第二剂了吧？过一个月了，但是还没有第二剂。谢谢，哎，天天就在送红玫瑰，你是想抢红包，觉得你太晚了。你差点丢了枫叶，还好。至少两个月，真的哦。先打第二剂，现在发烧，那代表你还年轻哎。因为我妈打完疫苗之后，我都不知道她打完了。就是我妈打完两剂，我说哦，你打完两剂了这样子。她说你这么明显，你明明就在。我说啊，我在吗？我不知道我妈打完疫苗了，打完两剂这样子。哦，你没事哦？啊，你怎么都没事？你怎么都没事？没有，你是真的年轻。对啊，你是真的。对啊，不然就不老。我跟我妈年纪真的是差蛮多的。
就是大概我妈的年纪会有一个嗡嗡的女儿这样，哎，不是嗡嗡的女儿，嗡嗡这样的女儿。你有讨厌你吗？没有吧。就是为了一些机会跳的，但是那个机会没有拿到，就这样。就一些机会，可惜没有被选到。嗯。可惜，没关系。好吧，没关系，还好了，我觉得还好。我第一季打完啦，我在等学校。妈妈比较年轻吗？不一样啊。谢谢波云送祝福你。我9月24。应该不能讲吧。没有，我想看，我现在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啊。You're my favorite song。我可能要打完第二季才会看到他出现，不能请假。就我们学校都不给我们。嗯。会要打第三季吗？没有吧。现在两季就是，没上大学不给你。没有了，应该是12月多吧。我是被学校收走。安德鲁是这名字，我好像看过吗？没考上大学，不行，不会发生那种事情的，你们放心。安德鲁，我好像看过这名字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是那些预言的那个吗？漫画还缺一些吧，现在能换只有30天特效。现在没大学读，你确定？蛮花到底怎么换啊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公园后台就是有点无聊，我就会开着我的手机屏幕啊。谢谢大家送的蛮花啊！然后看到你们派耶，你们各位，谢谢大家送的漫画。我要怎么换呢？天天漫画什么茫茫花海遇见你，我看一下哦。随机圈选上鱼一次，这个干嘛？还有一天耶，那这个不用玩，我看一下哦。我看一下，这要怎么换呢？主播任务，我可以领取漫画哎。那领到可能做什么呢？排行榜那页，哦，排行榜，漫画排行榜吗？
哦，兑换奖励，兑换奖励，我有19000，然后嘞，哦，他有那个特效可爱哦，35000的那个帽子，但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换枫叶做直播间外框。芒花可以换什么？主播贴纸。那我今天直播结束后再换。等一下再换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可以换贴纸。脸部来不及了，脸部我还好啦，因为特效不是重点。好好，我现在换。我觉得我等一下会忘记，我等一下就说，大家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哦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一定是这样子。那只有3天，所以我换 OK。我变得多，就会忘记，因为我就是会忘记的人啊。好，那我换那个，我换芒花主播贴纸。换喽，换，我换了，我换嘞，你在等什么？我换了，什么？啊？我换嘞，你们。对不起，哦，你们算了，没关系的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刚这样就，哦，我又加了1000，啊，可惜，算了。哦，大家可以把芒花送给其他有需要的成员，对，对。可以送给其他有需要的成员们。抱歉，对啊，10000啦，没办法了，我们的极限就是贴纸，虽然贴纸你们每次把它点掉，尴尬了。北元，谢谢，抱歉，抱歉的北元。可能为明天叫原子族，他想要那个特效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可以把特效送给主厨哟。主厨收到了，真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还有脸部了，不愧是主厨。我觉得主厨让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他很会直播，跟很会 MC。他很早就刷帽子了，但我记到现在。好啦，因为我也比较少播直播啦，没关系。我不是特效纠结仔，他很吵，他很厉害呀。他是属于那种 MC 环节厉害，但是我嘞，我也不知道我。我一开始，哦，真的，我没有讲，因为我想说，我也不知道那是要做什么的。女友。我越走越远，我现在没有很尴尬吧？没有吧？我觉得我没有很尴尬啊。那就只是你吵架。没有吧？
是啦，我现在很尴尬啦。你们不懂那种直播的感觉，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讲话。谢谢。上次我摸，因为他怎么反应才会人抢，我真的笑。啊，就一直模仿我，然后就冷场，我就你是一直模仿我，所以冷场。我以前很不会直播，需要礼物之人。哎，天天你可以慢慢接，你可以下次就可以，你现在可以送我火箭的，算我不追，火箭算了吧。谢谢小一送的告白气球，我的附加效果。你库存7000，那你很厉害，你可以慢慢挤，你可以挤到明年。我现在在想要怎么办，我的高铁，因为我高铁很长。很长搭高铁，然后点数我现在超多点，等一下哦，先加一下会员账号，我都会背了。我的密码是什么？对啊，就是，可是因为我忘记换了，所以可是我在想要什么时候用。可是他今年会过期，但我没有，我不能给你们用。我在想我之后可能会用到吧。高铁啊，不愧是我，还要记下来密码。你是否同意将账号密码储存至专属方便使用的人？同意。当当当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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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点数，我有4000点，今年会过期的，1998。KKBOX。没有，我现在已经算少了，你知道我之前点数到10000点耶，很夸张，那阵子真的很夸张，夸张到我就，我点数涨了很多这样。我之后我不想留在台中，就是交通，我觉得搭高铁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但是基本，可是我爸妈觉得说，我就如果继续留在台中念书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。因为在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北部生活的话，其实那个消费量会比我这样通勤来往台北的费用还要更高。嗯，是吧？反正就是如果继续考到台中学校的话，我也觉得没关系。那就是其实。在台中念，我的天天过年，可是就是时间换金钱的概念，我觉得还好。没有，如果你要用高铁在，好，我又来举个例子，搭个 Uber 一次就要300块，没有到很远，所以就还行。然后300块，然后你搭一次其实675元，如果自由坐的话700块，其实你用这个时间上来推估的话，真的蛮划算的，时间大局。搭 Uber 怎么搭 Uber， 我真的是好贵哦。现在交通搭计程车，能搭高铁行，很远对不对？通宵。很贵，真的。
Uber Eats， 我刚刚想打 Uber Eats 吗？打 Uber Eats， 看木满天。我没有，我刚刚讲 Uber Eats， 笑死！我刚刚打 Uber， 他要300块。我觉得好贵，你讲错了啦，嗯，都一样啦，你说是外送，一样啦，都一样啦，就是车子。你真的太开心，搭计程车从台中高铁到很好，不是啊，你要到红光，你为什么不搭比亚迪啊？哦，对吼，没有 BRT， 高铁没有 BRT。我讲错了啦，你们不要这样，讲错了，那边有，那边没有。你要先搭到市政府站之类的，然后再去转车。有骗，讲错了没？贪污不义，没关系的。对啊，我就其实很喜欢台中一点，就是搭公车不用钱，这是让我觉得非常 happy 的事情。不用钱，对，不用钱，不用钱就是开心。有的真的就是差那个时间差很多。对啊，真的时间换金钱了。林金 ，Hello。哎，包子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对啊，免费，明星哎，他出现了。明星是，我觉得明星长得很可爱哎。这边说的，所以你们是真的好哦，是真的哦，还是假的？我在抓痒，谢谢明晶。谢谢明晶，谢谢包子，送的就是你，谢谢明晶送的就是你，直接一个抓痒，直接不见了。哎，你们现在会开冷气吗？谢谢傅文松，就是你，一件好多猪。好甜，我是想说比个爱心啊，他那个特效上设计不行啊，怎么可以一直不见呢？台中很冷，真的吗？我还在开冷气耶。我最近真的变好圆了，我前天量体重，哦，我又胖到之前那个胖哎，救命！就是你在疫情之前的那个胖，很冷哎。好吧，那我们要节省点，现在已经冬天了。没有45，我人生没有45过。质疑啊，不能被他人影响，不行，我们要节约能源，我要省钱，现在经济很困难，我怎么可以浪费爸妈的钱在那边吹冷气呢？都定26度，现在温度都没有到26，所以都没开。之前我很想开窗，可是我不敢开窗，因为我之前
夏天快要，反正就之前，我房间天花板那里有隐翅虫，让我很觉得很可怕。你也没有自处过啊？你是上面的四处是不是？还有我这一五八，那时候你们看我本人真的很小只吗？有啊，我前面有纱窗，可是你们等一下可能会听到那个青蛙在叫，很小只哦。那个谁，汪龙勋他讲说他觉得我看起来比吴婉玲还小只哎，但我觉得没有啊，我觉得我看起来比丁玲还大只。你们要听吗？但我希望不要虫，不要有虫，等一下有虫我真的会疯掉。喂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灰尘，灰尘啊！什么尖叫声？我现在前面是田。门坏了，蛮小子。你选一，你说平常的身高吗？出色的阿安，没有，我在的小组平均身高最高，嗯，也是齁，大家都很高。操作大家真的很高欸，不是我要说。为什么没有 158？ 为什么没有 158 好意 ？Hello Hello， 米手青怡。Hello 建轩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会来握我吗？笑笑居然有前女友，也是啊，笑笑都34岁了。嗨，超叔的身高跟年纪都超一绝。好，人家东西，抱歉啊，笑笑。我是想说，好像也是好多都34岁了，要是一点活力，开始猛烈起来了，越晚上越强。我都很意外，你知道我看到我们班那种男生就比较身材比较圆的那种，然后他说：“欸，我有女朋友。”我就哦，真的哦。其实我心里是，哈，你居然有女朋友，这种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压抑那样，但是我要保持冷静啊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哦，顾家 ，hello， 会帮我写会不可，我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很意外而已，对我就是。很意外，爱情跟外表无关。抱歉，没有谈过恋爱，不知道啦，不知道啦。谢谢豆哥送的熊猫啾啾。他又在奇怪位置了，他整个挡住我的脸。应该吧。有一群女生喜欢容易亲近男生，不会感觉很聪明。真的，云婷 ，Hello， 晚安，晚安。抱歉，没有经验，不知道。冰箱逼抢65减1，没有到65吧？不是没有卖完吗？你看他的这个，跑步女仆店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欸，看的只有我在直播。对啊，对，今天到10点就是我播。都不见得一德。
没办法吗？有吧？没有吗？哦，你说那个 Moi Moi Q 吗？那不是大家都知道吗？还是大家都不知道？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Boys and Girls， 怎么跳啊？我不会跳。这样子我蛮喜欢这首歌。开始乱跳，这个很好听，这首很好听。你想看某一位姐姐、姐姐？嘿，嘿，嘿，嘿。有些说梦之中，你又让我想到一个地方了，可恶！加了加了，什么完整版的？你真的蛮特别的，候鸟同学才找我。对啊，今天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直播，你很久没有来了，虽然我知道直播蛮浪费的时间。A Q， 我要示范一下完整的吗？什么是 A Q？ 我想谁是 A Q？ 某 A Q 有哪位？某 A Q 怎么念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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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杯 Q？ 我黑 Q， 你不要这样吗？欸，我真的在地震后的时候，我真的在那边呢。我在后台，我就这样，就说地震，我说哈，然后我就地震吗？站起来，然后就在这晃，然后我就。然后我就在后台讲，我想说，我现在逃吗？我应该要逃吗？谢谢浩一送大声说爱你，今天学姐加的是谁？谢谢付伟送告白气球。跟着念一次，谢谢浩一送告白气球，真的很晕欸。对啊，今天是最后一次。我发出很可爱的少女尖叫，他有说是不是？我在后台，我跟你说，我人生遇到最大的地震就是这一次，在后台尖叫。然后阿潘在后台就讲说，他说隔壁在尖叫，这边一个已经躲到桌子底下，卢卡已经躲到桌子底下。上次好像也是吧，不知道哪一次，好像也是直接躲到桌子底下。对我们来说，是一个不短的时间。3个月，考取好的成绩。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谢谢。你想到你在玩什么？Hello， 谢谢。还行 ，OK， 你替我加油，谢谢。这是你们准备的礼物吗？加油票，感谢。你们现在就这么早就这样子吗？我要播到10点，我将播到10点。谢谢，飘飘飘。我会加油的。你们这样会不会太早？看能不能在10点前哭过。可是我真没有要哭哎，我真没有要哭。你们这样超像我已经要下播了。抱歉大家，我现在没有要下播，我真是要开心开心的哭。我现在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哭了，我明天一定超丑，明天就不好看，我明天就被你们拍出很丑的照片，所以我今天不能哭。
你们知道吗？我就不能打你，没事，你再说一次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在想我早点关了，可是我的时数不到十二点耶，抱歉啦、啊、各位。对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知道，现在我已经要下播了，还没，我还没有下播。哦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真的会认真念书的。啊，十一月一号应该会发东西吧，这样子，可能。哎、欸，是谁超坏？你知道吗？在我那个第一次的那个，才第一次 ，MC 结束说啊，先哭哪一个人超坏？你是想看我哭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这样带下，我一定要下播了，我还没有要下播。你说恩生日快乐谁？抱歉，我会觉得你像是杨雄会做事啊。谁啊？先哭！你看现场，那就是你了吧？提早进入情绪，先哭。原来就是杨雄了吧？看考试就啊，那我知道，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谢谢。我是超冷静的讲，其实我有点意外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参与了前面两组的公演，我想说哦，大家都会在。就是最后一个颁奖结束后讲说，哦，那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次 Belfast 最后一次的，就是大家一起的公演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我应该哭一下吗？结果其实没有讲，我就 OK， 然后再算，哦，好，超尬，抱歉啊，杨雄 ，Hello 兔。Sorry 啦，只是时机问题，假哭一下也好。可是芊芊没有讲，我想说，那我现在也不能哭。但是我一直很想哭，到搬家我想哭，我要回家这样。但是不行，我哭一个小时让我哭，没有，我今天没有要哭。欸、我今天没有上底妆，看起来脸好亮哦，可恶。今天看起来好亮哦，还有我这样开始，哦，今天好亮哦，难过，怎么那么亮？太亮了啦！还是我到底然后假装在哭，然后就很哭啊。哦，我会加油的。抱歉，我现在只想笑，想家的哭，吸气嘴里才能哭。啊，在哭！狱警卫的你来找我。用强光打我，我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站在阳光下面念那个历史，就念一念之后啊，我看到那个名字，可是我考试的时候选错了，哼、嗯，难过。动漫哭法，动漫那种讨厌女角，就是，然后开始，然后你知道他们就眼角泛泪，然后开始流，真的。太苦行了吧，因为我觉得教室很冷，我就去那边晒一下太阳，就进来说，嗯、啊、嗯，怎么是白的这样？因为，但不觉得有少女漫的感觉吗？没有啦，其实我只是想晒太阳。你在哭什么？还有还有，加油，大学加油！今天还没有要哭，我们今天不是最后一次见面呢，而且今天只有线上，现在就是线上加 meeting。没有开冷气，所以我觉得很冷，然后就去晒太阳，然后要等一下考试会讲，哦，念一下历史好了。明天要哭吗？明天不会哭吧？明天哭一点丑，明天会怎么样发展？然后我就变很尴尬、欸，明天的组合超尴尬的，是有多不熟，是有多不熟啊！天哪！我那天在跟云姐聊天，我就说完蛋，明天一定很尴尬，这样，因为围裙差。哎、欸，明天不会哭吧？感觉就很不熟。今天是我觉得，对，今天庆怡，你很棒哎、欸，很开心，谢谢你来看我直播，虽然你也是后期才加入的，我也还是很开心，你可以来加入我的直播间。在哭什么？好意不熟，那就可以哭。
对，不舍得哭一下，我们太不熟了。我要开始哭，耶耶！我拿下充电器哦。还有电吗？那还有40%。抱歉啦，阿派借一下电。你们还不熟，不知道讲什么，久了就会熟了。我跟果果应该还比不了熟，应该吧？我们认识很比较久啊。当然的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这条线啊，这条线没办法冲。嗯。为什么我旁边是不熟？不会，我旁边有银爵。好想明天睡到下午4点哦，可是不行。我7月开始，我家里我要好好休息。你只是比较没时间看直播而已，你直播还是很喜欢，真的、哦。所以你很早就知道我是不是？是啊吗？童年的。谢谢出皮，我就很喜欢你，这是我很感动一句话。谢谢你出皮，我就很喜欢我。但是我信还没写。我手这个。你信还没写？什么信？你现在写啊，别现场转交啊。是吧？是吧？你这样不行，你的时间观念总比我还差呢。现在就可以写了，好吗？各位，现在就可以写了。你不会写字，你不会写字，没写信怎么办？等你握手回来找我聊天呢、啊，你也有亲口说的。没了 ，use。你也给还要十才给你，我是有钱拿得到吗？应该是没办法吧。礼物怎么办？好问题。等着抽在哦，来拿它。那内向如果2月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办？好问题，你真的还不知道要说什么吗？我总觉得你好像很多话要跟我讲。我可能会开口吧，但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会讲什么。你要就是我们可以翻这首吗？我好喜欢这首。Melon Juice。谢谢听送的戳戳你。你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了，这次走心。不过你那时候就会知道怎么面对。美浓 juice 一样啊，就是爱吃美浓 juice 之类的吧。因为美浓 juice 是英文啊，这个不用翻吧。青春100%，知道吗？青春100%，然后100%。美浓 juice 上学的。
为什么爱有时候是喜多西沙，然后有时候会是爱？现在翻译歌词还是有日文版，你说哈西的 Penguin 吗？这样之类的。嗨，卢卡，谢谢送银白兰花，谢谢谢谢风扇送蜘蛛你哦。卢卡不要送我银白兰花，我刚换掉了，笑死，谢谢。哎，我跟卢卡不再见面了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居然吗？上次公演是最后一次，换掉了，对，我刚换掉了，我刚就换完了。没有没有 juice， 刚好有日文女问题。哎，对，我刚为什么有时候爱是爱这个字用是什么希多西什么希多西，然后有时候是用爱，原来你们跟卢卡一样，天天里面不会来哦。那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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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，只有你而已，只有你呀、啊。其他人我们明天还是会见面的。对，好忘了。对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不在。你会来哦，真的。你会来？你会来？你会来？天天就会来。居然吗？太意外了吧？没有，对，卢卡丢完他就走了，惊讶，不要帮我吹掉它，那我帮你吹，不用吧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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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柱男，林果柱男，你们在哪？我现在只知道一些人的座位，最后排哦。好，就是反正明天我也不知道会抽到谁上来，就抽到不及格粉丝。你很好认欸，你那天拿七七的那个很好认哦，找错了就好。OK OK， 抽楼下，不想上来买，只能等学车完了。没关系呀、啊，没关系。我会跳 OK OK 吗？什么是 OK OK？ 孝贤 ，Hello， 孝贤。橘色口罩名就是笑笑，最好是笑笑是你后面的头发比较少那个。你要准备去睡觉，明天见各位，明天见庆，我们明天就是大学生啊，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学测打破学测，什么学习历程，加油加油，庆，我们明天见，我也很强，现在11点多了，开呛啦，有了。日文汉字哦，日文汉字有时候很多念法，爱是中国那边传的哦，然后你都是哦，地主真是走散了，笑笑，没事啦，打过学习什么连上大学都不行，伊多哦，伊多，伊多西，这是日文念法，日本念法哦。酷欸，你打字好吗？我卢卡的新手机很酷，认真很酷。没事，卢卡你是用注音吗？还是卢卡回应他打比较慢而已。杜，你要走了，拜拜。音读跟信读不同，笑
好笑，你走什么？嗨起来呀、啊！好的啦，笑笑。好的啦。其实我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，我看一下。你要去学校，加油！上学加油，各位！你的心千疮百孔，小慧会帮你盘那些洞补起来的。你会坚持，都会直播、哦，至少不是被当人鸟。我腿好酸哦！我最近啊，我发现我的大腿的那边。好像是练舞的以前吧，以为是拉筋拉下去之后就那个。希望明天也一场。不行不行，太久了，快手。我看一下哦，好像是有一个症状。我看一下，叫做什么来着？症状叫做什么乳酸堆积，它有个专有名词，我还在猜是不是，但应该可能不是，因为我又不是医生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想我们家的群组很多，所以我每次不知道在哪里。可是因为我忘记，那是连结、啊。弹响髋关症候群，这样。弹响髋症候群。亦称为舞者髋。髋关骨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说是指髋关节四周发出啪或咔啦的声音，无痛症病症。特征为活动时臀部四周会有咔嗒感和咔嗒，强冲纹，他就这样念呢。弹响，很弹的弹，很响的音响的响，髋关骨的髋，然后就听到弹响，什么叫弹响？然后咔嗒的声音，常见于赛跑运动员、足球员、舞蹈员。15岁到40岁最多，一种扰人的病症，但也会造成疼痛，会发力，我有时候会痛，尿意回响，那是什么？弹响髋，对，黄鱼 ，hello， 它有个奇怪字哎，什么氦金哦，氪金。氪金，叫氪金吗？我不会念这个字哎。氪金属，髋关节外侧的一条后腱后肌腱。哦，卡金属，没有，它叫卡金属，卡金，你要音撇掉。卡金，这个你就很熟了，氪金就会好。我没有要氪金，我是走路走一走，然后就突然开始，要不然就是这边，然后突然这样子，左边比较严重，扰人的病症。
因为我查的是这个医院在香港，哎、欸，笑死！谢谢 F 火箭，不要乱射火箭。你要射火箭，你不如多买几包生血针。老人是老了吗？还有还有，不是吧？我只是觉得成因，看一下。成因包括长短脚韧带松弛，肌肉或肌腱在骨骼部位上移动，我觉得是这个。重复性的髋关节动作，嗯，这个应该也是。对对对，应该是个长时间运动。没有，我就我一直躺着。长短脚，我没有。没有火箭的阵容。谢谢副委上真情告白。阵容会咔咔声响吗？我知道我这样子的时候会咔咔声响。三人妖有吗？有咔吗？没有。对啊，我自己判定的。哦，刚开了。哦，这样。有有有有有。我的这边的肌肉会开，还是正常啊？应该大家都会吧？这样拉一拉就会开。哎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没有。要魔镜的动作，虽然要一直卡，手就废掉。他那声有哎、欸，就是会卡。看一下，哦，就像这样，你们听到吗？我只要腿这样子打开，然后他就会卡，然后卡。咔！各种咔！吃薯片，每天不咔个几次也会不舒服。小蛋鸡嘞？不是，那是我的大腿那边的筋咔。这样咔。不是，敲桌子是这样。这是敲桌的，哎、欸，蛮像的，颇像。再一次，没了。有点痛。哦，没有，这是我现在敲桌子的，敲到桌子啦。你都是敲到桌子，你膝盖一直有问题才，他一直是，我就没有，所以我把你编掉。维持一个姿势一段时间才会这样，这要看医生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一直想去看，可是好像觉得没有必要。虽然这个症状从国三开始吧，三年了，这好像也就是偶尔会痛一下吧，就这样，好像也没什么样。哦，我觉得那个痛感其实蛮像是你在跑步的时候，你的脚这样子扭到的感觉。哦，跟帆船一样的感觉。嗯，帆船，对，跟帆船的痛感一样。嗯，跟晕船一样的感觉。你知道晕船的感觉？帆船的。什么是甜甜圈卡？召唤兽，好老的歌哦。甜甜圈卡，哦，是会挂路卡的那个，就是叫甜有甜甜圈卡的是吗？
好多哦，厉害哦。没有，我说船翻覆的那个帆船，甜甜圈卡是那个哦，前世。我不做这种东西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如果做这个卡片，然后哪天谁不会再出现在那卡片不会再拿出来用的时候，我其实会走心。所以这种东西，算了。冰枕安心卡，你的脚换收。嗯哼哼，也是会走心，我很在都会走，走心记录卡，这个不会出现的，除非他人。谢谢听众的心儿送，听同期的特制名牌上的人几乎都不在，我同期的特制名牌。什么意思？我同期的特制名牌上的人几乎也都不在了。哦，小慧，特制名牌，有五个精心制作名牌，然后嘞。然后剩下笑笑是不是？剩下苹果偶尔出现，苹果，哦对，苹果当初好像也快要，那苹果现在是小灰熊吗？小灰做的卡片，那我就当苹果是小小周了，苹果是小小周。你被剪成一半，好好的，九蛋 ，Hello， 哦，上面有甜甜圈 ，A O A 晶晶，广义上是，狭义上就不是了，狭义上不是啊，对啦，广义上是啦。广义、狭义，不行，我还是觉得播三个小时有点太过了，太过了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总结呢？对，我开始要没有话了，我今天的话题都讲完了，还有什么公演上，我想想。我们这次很乱吗？还是还好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需要你们再飘一次吗？你们等五十分的时候再飘啦。现在太早，现在太早了。他们要没电了，我也是，不然这手机要没电。你别继续追你啊！你这样太爽了，你一直被我追，这是什么至高的荣誉啊！你这样其他人都没有被我顾及到，他们很可怜。满头问号，谢谢。我这心态很危险。心态很危险。哦，我要讲耶，对，我每次就是你知道那个女朋友这首歌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这里的手，我的手我都会习惯这样子耶，因为我好像没办法这样伸直耶，我这样伸直怪怪的，就别人都好像会伸得很直，这样大概这个角度直角，但是。
会的，所以我都会习惯有点弯弯的，但其他人我都看他们好吃。我在看什么？就是我看其他人的手都可以这样很直的，然后再这样子啊，这个角度啊。可是我一定会有一点，哒哒哒。我这样整个手不舒服。手部障碍因为印度很慌，是因为我的独蜘蛛的位置完全不一样，出关爱间位置也不一样，害我很紧张。他左右两边都相反，我就哦相反。然后因为想说我们看以前都会先可能踩个三手，我想说小灰第一次上应该会踩那三手吧，然后我就很期待，然后听到没有哦，没有没有要踩哦，没有要踩吗？哦好，那我在后面我自己练习，然后上去就很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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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第一次跳这个位置我没有彩排过啊啊啊啊。啊啊其实很慌的跳到结束，哎，然后那个地板吓死我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差点跌倒哎，噔噔噔噔噔，呜呜的，这很滑哎，我真的吓一跳，我人生第一次在舞台上差点滑倒，虽然每次都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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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次我的脚的咻，然后就。生还咻，还好没有被拍到，吓死我！已经人换到不用彩排了吗？我觉得应该要彩啦，但是没有彩到。舞台在左后方，嗯，左后方很滑。啊，我白色那边。哦哦，谢谢谢谢雨萍送的变身药水科学怪人，下次踩到没踩下去。我那天是怎样？我今天穿那个很丑的睡裤，还不睡，它是居家裤。然后我脚就这样，吓死我！我模仿的好真实，因为现实当中就是这样，我就真的差点跌倒。我没有真的在舞台上跌倒过，就是微差点这样子，但跌倒的话真的姿势可能会太丑，感觉挺危险。微滑没错，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前一天的泡泡太滑。 Leaflet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会很想念公演，我真的会很想念公演呢，我真的会想念公演呢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念公演了，我想跳公演，再让我跳一次，我在休息。
像有谁说过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哭。我应该还是会看你们的讯息啊。谢谢启月送的，就是你哦，夜空下送带你去流浪。你说的眼泪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酷哦，为什么？可以想你吗？我想一下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要专心念书。我现在想的都是我的学业，那是进场特效，很猛。罗尔，嗨，青云。想念公演的时候，我可能累了，我就会想说，哦，我今天我不能住宿舍，我要回家，这样。安安认真读书的取得很好，我们是安安考试加油。我们的那个 round 上面，我跟布丁是布丁要去考试，安安要去考试，然后彩杰是彩杰好好念书，又不一样，累了就回家。对啊，想回家有什么理由吗？我就想回家。人家频率感觉挺高的，一周吗？还好，我这礼拜才一天而已啊。今天不算，因为今天我爸就回家。明天小盒子剩几天？你们可以私信我呀。卡吗？什么？学是倒数健康，哦，还有一个曙光爱情云爵在我旁边说的时候，他差点跌倒，可是我记得我没有撞到他，还是其实我撞到他了。哎，我很惊讶的看着他，还很惊讶的看着我，我就，我有撞到他吗？还是没有？我怎么？他有说，但我没看到，所以我有撞到他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感觉。我哪有撞到他？没有吧？但他好像差点跌倒，我看我起来，我就下去，我就这样起来，然后我就看他这样往后退了几步，就也是滑哦。他是这么说，你们两个表情。看录像抓犯人了吧？没有录到啊。我那时候我就读白色天，我就说还好吗？这样子。他说哈，哈，我说没事的。你一脸问号，什么不知道？我没有打。你们看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。还是二号机拍到的，我们看是就是你们看到的、啊，用一些神奇的力量看到的东西，用一些神奇的力量，对，就是跟你们一样，一些神奇的力量看到的啦。不为现在送骷髅糖果哦，嗯，学术对，就是学术研究方面。云爵不要娶她。有吗？什么时候有？
神奇啊，怎么办？神奇的力量。有一个叫什么？不知道，算了，不要讲他。嗯，没有哎、欸。线上公演后，我也都是跟你们看一样的档案，学术研究。以前没有线上的时候，才有那种就是整个的。下次录音喜剧不是？谢谢听众的浪漫相机。录音喜剧不是三点？什么是录音喜？收音的东西。你现在就忘记了，浪费钱。没事啦，就算你有可能那个也不会是你的。我一直在嘴笑笑笑死。暂停，收到音。哎、欸，那笑笑我都没有看见，我是真的到最后才哦，笑笑你坐那里这样子。前辈追几次，就是跟对啊，先上演的后面，你要说针锋相对就是没有，就这个天嘴一下吧。C 一跟 C 一吧，嗯。对，就是回答的肯定抽不到了。就我都作为听的让我嘴下啦。真的唱只有爵哥跟老翁看过来比较多啊、哦。我好像有看你，但是我看不到那个是谁这样子。就是哦，那有人做人欸，但是好像哦不知道谁。因为你们没有那种像那种笑笑讲的话可以哦，我一瞬间哦有地方可以让我嘴这样。年生你很难录音一下，年生你什么都没有，没事啦。好的，好，我要来重整了，反正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直播，对，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。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，然后咧我们就是明天见，然后明天希望大家可以穿圣诞 T 啦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会穿什么，你们会看到一群然后人在这粉粉的这样子，然后就是穿圣诞 T， 然后明天见这样啊，然后我们就考完试见，对，考完试后见了，嗯，没有要哭，还是太重身体，撇走。啊，卡金马是吗？是吗？不知道。这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明天见完之后就是明年见。对，就是明年见啊，然后我就会去念书啊，然后希望你们，我怀疑说你们都在啦，希望有不会有变动啦。明年见吗？明天见吧。明天穿圣诞 T 哦。对。握手会见。谢谢。谢谢冯家人送的僵尸熊抱，谢谢。就看有没有加班，对。然后如果我有抢不到红包了，会不会有抢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如果有加播的话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找我玩哦，这样子。
出考试都给猜对啊。好啦好啦，谢谢谢谢丫丫，我会努力猜的。我那天在后台跟医生，我说我们真的是今年最后一次见面了，这样子，真的是今年哦最后一次见面的，这样，那就拍个照。我要努力让自己都会，不是努力才吧？我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念到最多，这样子，能念多少是多少。嘿呀！努力猜，所以我会努力答对的，然后希望可以考到一所可能名声念听起来不会叫特别的难听的学校，但我可能会去弄名字，我不能不能，我会去一所名字不会太难听的学校念的，但对，就不管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分数先考好再说。对，就是猜也要猜对，就大概数学吧，数学就是没办法，就是希望我猜也可以猜对，嗯，对，希望我猜可以猜对。我不要聊台中，浩一再见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聊台中。没错，数学就是实力的部分，我就 OK。希望可以猜对，希望可以猜对啦。要这样说在地板看我吗？真的不用，数学真的要靠天，真的要靠缘分。对，物理都不会呢，你一点就理主一样啊。台大先 pass。 你记得在二道内，我要来念榜吗？不是我本来念，我还花100块买了一个题本，但是我发现我好像不会写，我应该不要买了。我决定把那个题本交给下一届的成员。Happy End。Oh yeah。全新，我卖50块就好了。全新的题本50块，小助理明年要去日本了吧？如果可以的话。我还想卖人50，全新的哎，复习讲义50应该可以吧，超便宜的。小马安安的神车是谁？你说本家吗？本家吗？本家的话，如果要讲现在没有哎。要讲最喜欢的话，还是那个吧，亲爱的尤里娜，尤里娜 ，Don't cry， 给小熊吧，小熊妈妈没有吧？他还早嘞。你怎么也可以叫他小熊？
没关系，我相信会有人来拿走那一本的。对。この世にしてさ何もいらない全部断捨離。他们因为他要去念书啊，但还不确定啊。但他现在已经在寻找各种日本人啊，我要住这间宿舍。新跟友说明天见，好的，我们明天见。他要考 N3， 我要考 N4， 但我觉得我考不过，大概是这样吧，考不过。我就是去考一个，寄眼药水回来，但是寄一些衣服吧。啊，帮我买那些衣服什么什么，哎，帮我收一下那衣服，帮我对。现在出国留学已经普遍了吧，没有什么不亏什么的。嗯，对对，就觉得干不过。哎，你可以去帮我买一下那个吗？那个化妆品啊，是新款，帮我买一下。不要瞎拍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这是哪一个？忘记了。你这是美国代购？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耶。他不是，我不知道他要去哪。小助理代购，对，我要请他代购，他是我的代购商。追星方便，对，你知道他整个就说啊，我要去日本追星这样。听到一百，要拾金不昧啊。对啊，做人拾金不昧，跑去地下了，跑去地下，你说当偶像吗？他没有哎，他完全没有兴趣。好吧，可能神经有兴趣，帮看日本帅哥对，哎、欸，那日本我看到什么帅哥拍一下，咱看地下吧。抱歉，都是追杰尼斯，他很夸张耶，就哎、欸，我可以买这个吗？然后就，买，我要买这个，来念吧。第十名是那个表情符号的人物，谢谢神秘人。第九名是浩逸，谢谢浩逸。第八名是博云，谢谢博云。第七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六名是 Ting， 谢谢 Ting。第五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四名是灯火，谢谢灯火。第三是七二，谢谢七二。第二是豆科，谢谢豆科。第一名是雨萍，谢谢雨萍，感谢。你是从二十开始念，还是从二十？第二十名是 X， 谢谢 X。第十九名是 Niso， 谢谢 Niso。第十八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。第十七是小易，谢谢小易。第十六是 Jerry， 谢谢 Jerry。 第十五名是丫丫，谢谢丫丫。第十四名是明晶，谢谢明晶。第十三是七月，谢谢七月。第十二是包子，谢谢包子。第十一名是谁在给我听耶？第十一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，感谢晚安。什么东西？
没缺什么？没有吧？尬了一下收尾，尬了一下收尾。哎，我每次公演，我永远呢，永远是我是 Unibail Flower 的周丹，每次讲不出自己的名字。好啦，我期待明天见面啦。明天就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对，除非你们在路上遇到我。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啊。除非你们在路上遇到我，但是可能就是不会。嗯，青年见，对，明天，明天见，明天见各位。2022快乐，明天见，明天见哦。这路上会先嘎给我，但我可能认不出。剩下人就明年见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是怎样？明年见，剩下的人真的是明年见了，然后明天见。对，我们明天见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很快乐，不要这么尴尬。然后希望抽上来的是小周，嗯，快乐，该快日吧，要啊，我会笑死吧，我笑死吧会怎么样？为什么他一个一个道别？我们又不是不会再见面。哦，没有点，明天台上见。哦，台湾客台上见，这是去年幸运的周先生。幸运，好啦，不知道不管明天是谁被抽上来，不管明天谁被抽上来。都开开心心的这样子，红包，啊，无视那个红包，啊，无视那个红包，好，我真的要管，我不要管那个红包了，拜拜，我明天见哦，大家明天见。晚安。